曹洪，字子廉，是曹操的从弟，很早跟随曹操起兵讨伐董卓。尤其是曹操于荥阳兵败失马时，曹洪舍命献马，并救护曹操，使其免于厄难，一度成为曹操的救命恩人。曹操对自己这个弟弟也非常好，南征北战基本都带着，让其独自领兵，立下了汗马功劳，拜都护将军。但是曹丕临死之前却想要杀自己这位叔叔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严康元年，曹丕即位时，曹洪担任卫将军，转任骠骑将军，进封野王侯，进1000户，并前2100户。这个时候的曹丕对曹洪还算很不错。然而黄初七年，曹洪的门客犯法一事，将曹洪打入大牢，并要处死。群臣前去说情，没能奏效。是什么原因导致曹丕这么想杀自己的叔叔呢？其一，杀功臣立威整风。曹洪是皇亲国戚，更是军中的大将军。虽然早期战功赫赫，然而纵容手下多行不法之事。曹丕要杀的就是皇亲国戚以及功臣的威风，避免其他人借此胡作非为，搅乱社会稳定。其二，曹丕性格记仇薄情。曹丕没有父亲曹操的大气，不仅对前来投降的张绣面露峥嵘，而且对当年不借给自己钱财的叔父也是如此记仇薄情。曹洪家父旦性格吝啬，曹丕年轻时曾向他借钱而不获，因此怀恨在心。其三，曹洪性格张扬，不善于收敛。早年建安23年，曹洪大破吴兰，斩其部将任魁等人。其后的庆功宴会上，曹洪大摆酒宴，让歌女穿着薄衣踏鼓，在场的人大笑。杨父严厉斥责曹洪说，男女有别，这是国家的大节，怎么能在大庭广众面前让女人裸露形体？即使夏桀、商纣的败乱也不及如此。或许在曹丕主政的时候也常有发生，让曹丕很不爽。曹洪后来在变太后的斡旋之下没有被杀，不过曹丕也将曹洪免为庶人，削夺官位，爵号封邑。